国电信诈骗猖獗，国人在海外诈骗，台湾还管不到，现在有法可管了。立法院15号三读通过刑法第5条修正案，加重诈欺罪，将比照内乱、外患、贩毒等罪纳入境外犯罪管辖范围，我国司法机构拥有优先管辖权侦办，最终可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科100万元罚金。提案立委许淑华说明，现在社会上对于包括国际上对于台湾诈骗的印象非常的深，希望可以完全的杜绝国人给台湾一种很不好的印象。民进党立委刘世芳也说，那这个对于遏止有关于这种团体犯罪的境外诈欺呢，有很大的帮忙。郑中心，诈骗不是台湾之光，报道。